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考察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进入到他的职场情商课。公司要求所有人上报各社交平台账号，用于营销推广公司产品，并计入奖惩，你会如实上报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公司是目前是这样要求的。对，我是如实上报的。如实上报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看看你入职的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就是公司的规章制度的。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公司真的是要工作的话，那确实是如他的这个就是回答是要如实上报的。嗯，董老师有不同观点吗？我不赞同，因为我觉得个人的社交平台账号的话，它是我的隐私。其实有两种处理的方案，一种呢是这个公司你确实觉得在社交账号管理这件事情跟你的价值观是吻合的，我愿意发这个公司相关的所有的产品营销的东西，那你就上报上去。那如果你觉得说不愿意我的这个隐私去报给公司，你可以再设置一个你的社交账号，对吧，用于你工作上的往来，这样的话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是分开的。老师们输出的是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刚刚这个女孩她刚才的回答证明了她是有宜人性的，然后也是愿意服从公司的，然后并且她愿意讲规矩，这个是我对这个女孩的情商的这个评价。我觉得小叶点评的角度很好，其实她从情商的角度讲了宜人性。其实我们并不是说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做，然后而是说通过她的表现跟回答我们判断这个姑娘她的情商如何。好，职场情商课我们就考察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这幅画真的让我沉思了好久，因为这幅画真的像拓印的一样。首先我们看到了城堡，城堡的特点是什么？是保护自己，防御。所以说呢，这位选手呢有很强大的防御心，他能保守秘密，他适合从事什么管理工作、思想工作。但是呢，同时这幅画提醒你，在个人的感情生活当中，还是需要释放，需要倾诉，需要转移。这样的话呢，对你未来的生活才能更好的提高质量。啊，很好，八盏灯都留着啊，都没有灭灯的啊，证明我们的汪涵表现不错。